是怎么样的，伊安怎甲囡仔招呼的，安怎甲这个囡仔安大，对无？啊，伊会知影伊囡仔这个性，未来咱接来讲国中的时阵，都会顺手。无你甲想看嘛，这款囡仔很脆弱，敏感度很高，对不对？去到迄个所在，我新生，我要上国中，第一环境我不熟悉，然后又不是我过去所认识的这些老师，然后同学也都不一样了。今天来到这边，我是一个做彩文的所在，可能伊对音嘛无了解，啊老师对这个囡仔无了解，一个动作，过去小学六年级带他老师可能知道他一拉裤子就是尿急的，提醒他某某某，你记得去上厕所。但是到了国中，他这个动作，搞不好老师以为他在玩他的生殖器，那就很糟糕嘞。吼、哦，我是希望讲咱在讲，安尼这个家长心肝内，迄敢袂疼？所以这款囡仔心就足疼。更有这款的安尼特教的，应该再多一份爱心来爱这种小孩，而不是说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是用安尼攻击式的对待他，这样子很不公平。吼、哦，所以处长转学这个务必麻烦你回去把它列入你们的定期的你们的这个会议当中，让老师亲自到这个学生的家里家访之外，还能够亲临到学校看过去人一起手抓伊的老师甲伊的学生伊安怎相处模式，让这个小孩到了国